在桑斯伯里的 Willoughby 广场附近，一辆超级跑车占用两个车位，遭到了当地人强烈抨击。其霸道的行为引起了其他司机的注意，他们指责车主是因为怕自己的车被别人刮花。据悉，这辆保时捷911价值145,000英镑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，这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，他把车停在那就走了，很明显是故意的。这辆黑色超级跑车贴了10张罚单，约为400英镑。如果在21天内未付清罚款，其罚金可能会翻倍。5张贴在雨刷旁边，4张贴在右侧玻璃上。